对面开始天地了。我不喜欢看副子庙打钓鱼岛，之前看过一次，让我觉得看个锤子不看。对啊，你们不是跟我一块看的，所以我就不想看了，没兴趣。他们爱看自己看去了。关战这个女儿孙也是被地府抓下来了，应该。盘丝禁聊的没禁上。看宝宝名字，哎，超级星柳露，好好好，对面大堂九层建议了。法连没了，这个伤害不够啊。有法连还有可能能弄死女儿村。就这个状态栏确实不太容易看到，数字有点小，如果是手机上看的朋友可能就会更小。我现在开直播的，我自己都得凑近了看才看得比较清楚。他这个建议虽然说有快速方便显示的方式，但他这个显示的方式也未免有些太难辨别了，最好能设计成像凌波城战役的那种形式，或者说神木林的风铃的那种形式，反正谁不知道这个是大堂的这个建议嘛，对不对？完全可以这么设计啊。就是不让武装丢，不让武装天地自己大堂，想要大堂嘛？哦，公的压化身有想法，然后对面起了个九犯青莲，那应该没什么用。哎，等会儿，为什么这个伤害这么高？
而且为什么还能中大锁啊？底色白色，我试试啊。我换完了，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是白色的呀，你告诉我哪个是白色的。因为他身上有天地，没法儿。女儿村的血量最少，他可能以为化生的血量更少，他认为鲲鹏会打到化生的身上，然后这几个落雨金田是破胎163的。其实套路是对的，关键的套路是对的，但是关键亏就亏在普陀前一把他砸了一下对面女儿村，他那把砸女儿村，把女儿村的血量砸到最小了。其实这把砸确实砸的不是太好，那我不知道啊，反正我这儿就是这个颜色，如果有人知道能够把这个东西颜色改过来的话，请告诉我怎么改，我这儿反正确实它就是这个，我这个点了也没法调，反正啊，感谢残月西送的粉丝卡，谢谢谢谢谢谢。我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色弱模式，请看左下角，是的，偷笼子打蓝，他不扫的是怕观战又什么时候突然又掏一只地掏一只地听出来，或者说掏很多只地听出来。驱鬼了，大金天龙水，醉生梦死。我假设观战的盘丝所有的灵元都拿来套药的话，他应该已经套了对面女儿村啊九个药，他还有一点灵元。我觉得不用假设，因为这个盘丝他的灵元也不会干别的事儿，就算对面出地听要
丢尺子也是其他单位，盘丝的陵园很宝贵的。十层建议，狮驼的灵宝没什么太大影响，只是略微调了调数值，并没有修改效果。十一，姗姗来迟，寡于灵。什么大问题，对面拉起来活一把很快的。
这普陀没有点秘术，可能点的是清静。本来的话，他点秘术的话会好一些，这样对面大唐没法强拉。全是单法，用来换宝宝的，一换一。还来，牛逼！这是真的太牛逼了。大唐这个横扫千军按的手都快麻了，就是按不出去。这把又可以封印了，对面天地没了。刚才是没有天地，不是，刚才是有天地封不了。尽聊。普陀拉了个流云诀还没他快，没对面地府快。他一号那个孩子估计能配速吧，魔镜孩子能配化身的话，孩子拉起化身可以直接活。可以建设了，他虽然不配速，那他也得寡余令先解了，总不能说因为不配速我就不寡余令，这个毕竟寡余令可以管好几个回合呢。
没有省药，用九转了。没扫，先上了个盾，烟雨剑法也跟上了。这个武装的孩子名字叫小仙女，他特意改了个名字叫小仙女，什么毛病？他这个那不是武装孩子吗？刚刚不是用了烟雨剑法？嗯，这口毒回上来应该不会死。还顶了个药，防了一手。以观战憋宝宝的水平，我觉得观战武装在46回合应该还有3个宝宝。不会扣篮，因为你技能没有使用成功。观战盘丝现在被封，要不继续扣药呗，不然的话48回合又要变成3.0元了。我靠，对面这个观战这个武装跟神经病一样疯的，两个大金一个九转，还有药了。对，啊，这儿也不金青，44633，我靠，还有这么多宝宝。观战甚至连罗汉都不放，他就放金青。提前加伏法无边，
是的，这样姐妹同心是可以法联的。但是因为盘丝的速度比化身要慢啊，所以相当于这个佛法无边的回合是少了一回合的。虽然说加上去是五回合，但实际上最多只能生效四回合，还得你把把都能出手。哎，感觉不如给咒师优先加，因为给咒师加的话，他这个实打实就是五回合。啊，主要是看他准备想干什么。他如果想强化自己再打蓝的话，那他就得这么干。不让天地，也锋利守对面这个地厅，两个地厅都加了笛子，那么请问谁快呢？啊，观战的地厅快，但是观战地厅没有压地厅，他压大堂了。出了青石还是能扫，主要是我靠，你不直接死了吧，牛逼。这个青石他我怎么想都觉得能 是能出手的。哎，他这个情况应该不会强拉的啊，他应该不会强拉自己。想着自己怎么样总能扫，应该是能扫出来的。啊，确实没有强拉。再套药，空了，套过去套了个零，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它可以，其实可以，这怎么说呢，如果官方在播这场比赛，他可以去官方那边看药，然后数一数自己到底扣了几个零元，就可以知道对面女儿村包里的药到底有几个了。就算你不知道对面女儿村吃的是啥药，你也可以从官方那边的物品数那个物品的剩余格子数嘛，因为官方那个是准确的，虽然说有延迟，但是你自己也知道对面这几回合有没有吃药。比赛有摄像头，有规定不能看官方直播吗？他好像只规定了不能打假赛啊什么的。那我看官方直播不行，我给你增加点人气。这个有规定吗？而且他摄像头对的也不是屏幕吧，他对的是你的脸吧？那我屏幕上。而且你要知道那帮他们打比赛的人本身也会开两号，一个号可能还要看血啊什么的，一样的，就虽然说有延迟，但是他们也会看血嘛，所以这个是完全可行的，除非你官方不播。真地府，我靠，关键这个武装准是真的太准了。
是侵蚀致死当球，他又不是侵蚀致死，他是被谛听给秒死的，凭什么不能抢篮？你说其他封印被封，被盘丝封，被女儿封，我其他封，我不布特技，我还能干点别的事，你被武装封了，这真的实打实要吃五龙的。我再说一遍，你是因为侵蚀技能掉血倒地的，还是出完侵蚀以后被怪给打死的？如果你是被怪打死，是可以强拉的。你是因为自己按了个侵蚀按死，那当然是不能强拉。那他又不是被侵蚀给按死的呀，他是被谛听给秒死的呀。刚才这个武装啊，点灯的量我感觉应该还是有治疗的，但不是全治疗。我没注意看啊，一会儿看武装点灯的时候点多少血就知道了。就是它正常，反正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武装点灯，应该是381，点12回合的那个灯。如果你点的是那个运转麦的话，那应该是400多点到500的样子，反正到不了它刚刚那个血量，肯定是有点治疗的。自动洗600多，那这个肯定有治疗。加伤害，准备点杀。我靠，女儿村也套塔掉，服了。话说他盘丝还带了个笛子，他刚刚是盘丝加笛子。开了个侵略如火，出了个宝宝。不过他逆斧被针，本来他逆斧就是毒的，也没扫，他要扫也只能扫个宝宝。对面天地的化身，终于有机会天地了。打蓝没打上，引弓是驱鬼的，连一下死了，没连。啊，对面平砍叠下满天。哎，他地府是被笑了。地府金青被笑了，那连了两回合都在按金青。他这个金青被笑了，女儿孙等于说要被多控一回合。
坤，神武龙，封印先不开，对面女儿孙满怒啊，你这把不开的话下把就要被笑了。还能再中无魂吗？哎，没消大堂啊，对面大堂好像也够了。大堂平砍的鲲鹏，哎呀，我去倒杯茶喝啊，这个 PK 还得看一会儿，看来我来了。好，对面女儿村干脆封印不解了，反正回合结束的时候封印就没了。姐妹同心可以 miss 啊，
他起码扫了啊，还可以吧，起码扫了。哎，这要是不扫，他说平砍，然后没砍到，你们是不是又要说他乱打了，对不对？那他起码扫了，态度还是端正的。我操，地府都来了，你也是真的无法无天，头上灯都没一个的。哎，他这样读一下的话，观战这个武装是回合结束应该就自动上灯了，血量已经够低了。输出量的高低呢，它只是一个辅助判断，并不是百分百。也就是说，你就算输出量高，你也有可能会被判出。只有数人头是实打实的，还是考虑到最后的数人头这个问题上比较好。对面武装被笑了，什么被笑了？清风望月被笑了。啊，扔巨剑那没事，这肯定死。这样制造了一个尸体，对面可以开眼了。那他这个巨剑是不是扔早了点儿？这个要打到一点钟，还有半个多小时，难道他要开始推了？他飘渺是想防止逆境，但是我顺带一提啊，对面应该没有试过用飘渺施防，因为我试过了，飘渺施并不能打开五轮丹的那个催眠效果，我不知道为什么。唧唧歪歪是可以的，飘渺施还真不行，虽然能打一点血，但他打不行。关键是准备隐身宝宝来吃五龙，这样拉逆境，这样对面很难破。不是一点也行啊，因为他这个又不是方正的催眠，他是五龙丹的，就是不管打多少血，只要能打一点就行。包括还有那个，如果有保护，比如说你这个宝宝保护你自己，飘渺式过去他甚至也破不了保护，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设计的。烟雨剑法可以，
啊，有护盾也破不了。先把地形清。是的，黄粱。意思就是睡太多了，睡饱了。他这个大唐是用啥拉的来着？九转拉的吗？那不是九转又多吃一个。给他化成我佛慈悲拉，让地府管余令就可以了。准备逆境了，星星咒的是普陀啊，是普陀拉逆境，这个是破不了的，你除非给普陀扔魂了，这个也打不醒，都有藏神。好了，逆境成功，对面地府和大唐加起来一共14.0元，都等于制造了个尸体吧。啊，女儿七点，她起码有一个针，还有点用。你还真不能说一点用没有，还能降点封印命中率吗？但是这个地府和大唐的陵园确实有点尴尬一些。不过打着打着的回合，随着回合数的推进，灵元还会增多。我估计还能让大唐重新获得一个3.0元的巨剑的时候，他有3.0元的巨剑也是可以辅助点杀的，因为他自己的这个伤害已经够了，横扫也能压残很多人的血量。对面武装好像是全治疗灵石。点咒师，宝宝也没跟。伤害不够，对面防了一手，顶了个大金。
突然有灯应该估不死吧，他这个之前就有灯应该还是能回血的。自己水清自己也是个办法。哇，这你也砸钱，哎你别说啊，再多砸个钱没准还真死了女儿村。我靠，关键这个血量控制的有点算的有点厉害啊。但要是雨天的话，连破几率高点儿吧。还有半个小时，十五层。哎，现在对面大堂几层建议，这个建议的数字已经纯粹就是一个数字了。为什么不用天地啊？肯定还是要天地的，你一直压他的话，他那个他大堂扫不出来啊。会观战粉，反正也没地府，也没什么大死亡宝宝，这个重不重死亡倒是无所谓，但是他现在的问题是血量不够会扫不出来，所以他要天地。但是观战其实想压对面大堂血量有很多办法，诅咒之伤也行，他化身一直得活着。啊，那倒也是，还有工地厅啊，不好意思。武装没蓝了，还被封。点女儿村，小死亡也中了啊，那没什么问题，这应该死了，啊，一刀就死了，很快啊。对面地府可以延一次，72回可以再延一次。你这样搞，对面大堂要够金青了。
一直压他血量，一直不死，一直能活上，那他就是，那他的怒就是一直在涨。一会儿金青把紧箍咒全解了。可以出啊，哎，主要是天气问题，到了雨天的话，这个连破的几率能大大增加。不出雨天有什么办法？我还真的笑了大唐金青，他这也这他这种时候居然还想着控对面的金青呢，有点强啊。再笑，对面大唐确实被笑了。金青被笑了，啊，好好，武装再被多封一回合。即使在自己倒人的情况下，依然这个啊，控怒控得滴水不漏，可以的。不好说，对面大唐还没真阳，没点杀啊，还是够了，他没点杀。那他就准备只延一个人，因为这把点杀的话，下把是可以跟着女儿村一块延双延的。他这个二号宝宝好像攻击有点高啊，正常来讲这宝宝应该没那么高伤害。打了72回合还有毛的，他不想双延，就延一个再说。他这个宝宝，他这个二号宝宝，你攻击说他很高好像也没有，但他不，但他确实不低，血量呢也有一点儿。怎么感觉好像是从三宫那边拿来的力批似的？三宫那边的那种力批好像开场的很多就是这个血量，这个攻击。
可能也就个5000左右的血量。好了，下回合观战女儿村就可以起来了。这边地府的灵源已经用完了，直接按防御，牛逼！我以为中了无字金呢。连破还可以，是的，降对面大唐的伤害，那500开都来了，这个化怨青莲着实有点狠，就是回合数短了点，化怨青莲有点厉害，7点的呀，化怨青莲，对面拉引弓了已经，5号是引弓。他猜到了观战会出这个谛听，秒不动大唐就秒不动，亲亲对面宝宝吧，他可能想清掉对面那个二号宝宝，二号宝宝攻击有点高的，2回合
就两回合。下一回合，对面大唐就能获得一个3.0元的巨剑了啊！大唐这回合换了个宝宝，双方资源啊，老夫看一眼，宝宝都是一个了，2613 3，但是关将武装只有一个药了，大唐四个药，化成四个药，地府九个药，女儿的药12个，但12个药应该是空了的。装的也没了，
善宝，对面这现在二三五这三只公宝宝能站很久。还有十分钟，其实关键如果再要禁药应该考虑禁对面地府的药，把他的毛给禁了，这样如果对面地府最后没法开无间的话，三点零元的巨剑也没用，横扫也没用，只能拼小死亡，小死亡不中是可以强拉的。观战武装暗防御了，但对面地府放了个金青，暂时没有点杀。我感觉是不是要摇铃铛了呀？亲不了宝宝了。说句实话，这个大唐真的需要干将吗？如果没按防御没上盾的话肯定是空切的，你按防御的话我估计有干将也点不死。没点啊，效力，好好好好，又是个三点零元的化怨清零。那你下回合知道自己头上有化怨清零，你总不可能用横扫了吧？你要么扔巨剑，你要么继续平砍。我再说一遍啊，关于这个阵容啊，在官方那边双方的阵容是一样的，都是四叉一啊，没有五，在官方那边纯粹的五叉零的阵容应该是什么女儿武装什么四风一化身之类的，在他那儿才能叫五叉零。在官方的定位宙斯就是一个输出，所以两边是阵容是一样的，都是单输出。地府空蓝了啊，大唐上了个盾，现在正在打，对，法防攻虫。其实他在面对观战的时候也没必要起法防，他只是起个法防告诉你这是个法防的宝宝，这个宝宝有法防，比暗防御要好一些。毛小四海九转，毛被套了。
点武装。好了好了好，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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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可能不死，还有五分钟。等会儿，但是关在女儿村可以争啊，对面女儿村也有一点灵源也可以争啊，还行还行还行，看我看差了，我还以为对面女儿村没灵源了，吓我一跳。言完收工，哎呦 ，PK 看得我蛋疼死。哇，这个一号壁垒力披法防啊！刚是不是还用过壁垒来着？巨剑，好，行用。这回合只要对面地府能延出来就可以了，比赛时间就结束了。
无所谓了。他这回合破血的话，上回合破血，这回合还能扫。如果他上回合扫了，万一休息的话，这回合啥事也干不了。因为刚好回合算好了嘛，最后一回合可以扫，或者扔巨剑都可以。